而这一波过来强行抓的话，又没有能够第一卡龙，嗯，第二他也没有能够把刚才的这个加里奥给散了，让路，让路四海又打一波，这个还不走吗？然后一撸了，躲了一个 Q 进来，又躲了一发，哎，这波有机会，哇，哎，哇，太夸张了，这 IG 完全凭借两一个走下一个 Rookie 这两波个人秀，哎，这纯个人看的位置去输出也是不错的，嗯。而且他也需要冰拳去帮他有点小 A O 推线，对，三个人想抓的帅的帅直接被顶出了防御塔，交闪现想去换 Miss 那个大招直接 boss 红怒 Q 回了一口，还转身还想杀 Magic 落地一个 Rookie， 但是 Rookie 根本就没有冲到主攻，舍得战一 v 三砍下了一波双，但是 IG 老吃了一套，好痛，血我直接开了，但这波杰克老要回家，哎，一回来秒了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打了直接把衣服都秒了，没有刷的衣服啊，结果有机器没有啊，没有机器搞来的有大没有，这个东西有大，如果有大就没有，这地方机器开始不多了，这边是把它一打，这里是把一个人打残，如果没状态，但是这边又上来了，这个老刀上来了，往前冲一刀一个一刀一个，这个还要追，牙膏被减速到了，两个减速，然后这波是不是两个都躲不掉了，这一刀这一刀两个从这边如果也是杀掉了绿毛一换四，什么情况？吸血鬼他知道能给对方压力，他让瑞兹在补吧，瑞兹这时间又把补刀给补回来了呀，很合理。哎，杰克拉姆，这里还好有宝蓝，绿毛点开了，你本来站，在这边打一场，打吗？但是队友还可以，队友还可以，这里都还有点秒不到衣服，衣服活了下来，杀了对板的，现在雷文再怎么办？雷文在里面去带着自己的冲锋，但是朱克也没有状态了，宝蓝这边应该要看一下队友手势，有没有？吗？不是，大龙没了呀，应该又打了一个闪现，哇，这波直接打，而且这个1700块现在女警的空间又小，她没有格子了，女警这边应该是水银弯刀，就差这一件了。总经济其实落后的这一点就是在打野位置，打野位对，哎，这边想留 Rookie， 他跳进来了，被晕住，跳过去，扎克这边很活跃，但是两边的单人组还在做单带，这边想单杀马瑞吗？有春哥打得很凶，单杀掉了，哇，虽然封锁失误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你有一个大的手头蛇，来一波冰的血就幸福了，二元一你看我们跑三条线，三条线三条线三条线的时候，哎，你看似不会给机会的机会，IG都会把握住。主要是有一个点，哎，我们先看一下上路这波，惹下是快速的开车过来，他还想要动司马老贼吗？冰拳减速到 W 开起来炸一下，继续平 A Q 技能是秒续，司马老贼这个大招角度非常的漂亮，惹下剩下一丝血，惹下 Q 技能扭头，一技能减速，反手 W 好的 Q 技能，哇，这啥呀？他左位躲掉了一个一直让很关键的 Q 技能，好秀！哇，而且。
直接在线上开始狂刚了。是的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你说论打架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怕过？打架，可以，直接 ace， 乐帅完成了对位单杀。对，尸体漂移嘛，里面就是移动迁坟。现在这把应该哎过来勾回来，这边人很多，但这里头闪现开启大招反打，一打四等队友，一打四，这边等队友可以的，瑞兹不在，哎呦，这个进步太重了，太重了。这边老牛拼死二连起来，等复活。你看漂移出去，直接打前排，回到安全位置。剑魔又来了，打出去拉过来，中位中箭了。剑，哦呦，这波剑魔一v四场面太震撼了。九董还在找，就绝对要避免刚刚中路那一波，就是宝蓝跟后排空了。G2的位置在往这边掏家，想去动这个拉，结果被晕住了。还好有个大招拉开了身位，他们进场有三个人围剿他们，就是他们，他们啊，下位。回身再打，盲僧已经倒了，冰爪给过来，杰克拉姆这边减速到攻守过来，杰克拉姆也要倒。哇，杰克拉姆交闪啊，打到啊！回头入 K 这边想能不能换掉他一丝血？小兵，差一点。哇，杰克拉姆当时剑魔 CD 吗？应该是好的，王德浪过来了，剑魔来了，翻过来一刀直接带走。这样的话三打三，入 K 这边先连住，剑魔跳一下过来，轮赛这个位置卡住这个口子，先吃牛头，剑魔还在推，天杀的！可以，剩下还可以追，还可以追。Lucky 下一个 W 一 ，W 一的连的，有闪现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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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波已经赚了，这一波差一点，如果赢下了那一波，现在要在挑战护手血手出来之前，尽可能的去把握第二条的火龙。IG 抢出视野之后，直接开始送火龙，有一个剑魔 GP 想抢，没抢到，又杀这个金刚影，先杀金刚影。金刚一想杀你，你的血量有点低了。这个位置你又很危险，一脚速走，一脚速走，小心刀背死了。刀背这个大招杀了一个宝蓝，宝蓝这边回身一个大招把这边所有人都击飞。德赛被定住了，那追击有点难。入侵这边下去要小心自己的位置，没准备赶紧回来。德赛这边降低了，稍微小心。哎呦，一刀打一刀，哇！德赛这一波天神下凡一锤四，哇！哇，这波 Jiggy Love 如果刚刚有大招，先看一下能不能杀，杀了以后不会你都跳回去，他们还在帮 LP， 而且还有王子来打追吗？杨头子这个位置很危险，上面边路不能跳上来，没有蓝了，没有技能了，没有蓝了，这波又赚了，火龙拿到，而且还打了一波，应该是一换三，无撤，冷静，这个时候，哎，这个兄弟上头了，杨头子上来想勾引，希维尔想抓，冷帅直接一技能过墙。冰女也过来，他都过来，哎，看到的是一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大招的，阿皮的位置给自己大招，盲僧摸到侧面，小心刀背，小心刀背，刀背没了，刚刀背没了，卡莎起飞了，杰克拉姆这时候你秀的时候，天脸的杰克拉姆大波票，别放他跑，可以跑，有没有可以一波？别放他跑，可以一波，但是要先杀阿皮，阿皮宝剑将砍在你们身上。大招直接逼掉立刻开大招上来，我在地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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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